所以现在请杨丞琳用18比9的概念现身 again。这就是我们 LG 机构的魅力，来欢迎杨丞琳登场。好，谢谢。好，请到舞台中央来，先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好，现在我们手上拿的就是万众期待的 LG G6 18.9特殊荧幕笔的波比卷超大荧幕，但是可以轻易的一手掌控。那么有杨丞琳的见证，我想请个小弟来中间，大家的期待，非常的感谢丞琳。我们刚刚也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让你回顾一下平常你在拍照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画面，不够宽不够高怎么办？没有关系， LG G6 都帮你解决了以上的问题了。3D 产品啊，恭喜陈琳成为 LG 的代言人。哦，你最近很忙，其实媒体都知道，3天2天就一个代言，对不对？不得了的，都曝光率很高哎。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用心，我发型啊、妆容要稍微换一下。对，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要找陈琳？因为她的魅力跟实力，还有她的渲染力，会让很多消费者呢很心动，所以找你代言就是物超所值啊。而且我本身觉得找我代言手机很合适。哎，为什么？因为手机现在真的形影不离，而且它不单单就是可以跟人联系，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工具。没错，这很重要。当然，除了我以外，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